各位香港人，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英国。大家可以叫我 Hong， I am from Hong Kong。 92年来到英国第七大工业城市读书，毕业后回到香港工作，到了2010年带埋太太一个仔一个女一起到了伦敦。来到英国，见翻街上面红色圆柱形的油桶米字旗，旧式双层巴士，好有童年回忆，好有亲切感。初到贵境，最唔惯是所有嘢慢动作感，行要慢啲，超级市场排队要耐心啲等候。渐渐适应之后，先明白以前喺香港嘅日子好似马场上一隻马争先斗快，其实一味喺度跑圈。而家放慢咗脚步，享受生活，再唔觉得本地人慢，证明自己已经渐渐融入咗呢个地方。有家庭嘅，除咗尽父母嘅责任照顾下一代，都唔好忽略尽儿女嘅责任关心上一代，注意佢哋嘅健康。小朋友学习吸收快，适应能力好强。嚟咗十年，我啲英文仍然未好流利，我啲小朋友已经学紧法文同埋德文啦。伦敦是国际城市，文化气息浓厚，古迹林立，亦都是移民人士的大都会。试过坐在地铁里面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用回自己的语言聊天，一个车厢十种语言，而彼此间用来沟通的共通语言是很多带着不同口音的英文，总之明就得啦。疫情完结之后，诚邀你亲身来到教会，无论是华人教会或者是本地人教会，我们都一样咁欢迎你，与你同行。十年前我的仔女只得嗰几岁，今日都已经是 teenager 了。十年前我私家车牌都未有，今日巴士牌都考了了。神有满满的恩典和怜悯，原来在得失之间是神恩手的拖带，是人意想。